如何快速识别优质 PCB 生产厂家，这些评审标准一定要牢记。一、查看供应商是否具有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、 IATF 16949汽车电子管理体系认证等，以及取得的专业资质或荣誉等。二、了解供应商的生产能力，包括生产线设备、生产能力和生产工艺等。一个优质的供应商应该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，能够满足客户的需求。三、了解供应商的质量控制体系，包括原材料采购、生产过程控制和最终产品检验等。供应商应该有完善的质量控制流程和检验设备，确保产品质量稳定可靠。四、了解供应商的供应链管理能力，供应商应该有良好的供应链管理能力，能够确保原材料的质量和供应的及时性。五、了解供应商的客户反馈情况，包括客户满意度调查和客户投诉处理等。一个优质的供应商应该能够及时处理客户的反馈和投诉，并采取措施改进产品和服务。